东部决赛第七场，勒布朗最后一分钟后场拿球起速，启动火车上篮，一溜烟直奔篮筐时，莫里斯从身后双手按肩，勒布朗继续前进，他双腿拽着自己加莫里斯合计接近500斤的分量，脱缰而去，冉冉升起，还来得及化钢内柔，乾坤大挪移第七重心法，抛一个低手，打三分，那是全场比赛的缩影。凯尔特人将一切分量压在勒布朗肩上，勒布朗一路扛过去了，破空而起。我不知道谁还记得那场球了，12年前吧，2006年4月常规赛最后，骑士再冲50胜，在新泽西队网，基德加卡特加杰弗森带队把骑士压到最后时刻，勒布朗最后一分钟也是如此，开火车，挂着两个人，打三分，全场安静下来。网瞬间崩溃了，就像飞机绕着哥斯拉打了一圈，发现哥斯拉不动声色拍了拍灰的感觉，或者本世纪初五六条胳膊挂在鲨鱼身上，鲨鱼轰的一声扣篮落地，扫视周遭，对方所有人底线发球前集体沉默了那一下，你听得见对方心口破碎的声音，类似这样的球会让对手崩溃，就像上一场最后那两个右踝受伤后垂死顶中惊坐起的三分球，但这场更可怕一点罢了，史蒂文斯教练很用心了，比如针对特里斯坦防守霍福德的优势，将时间错开，所以第二节霍福德有足够时间欺负南斯，半场14分，其实第一节三分球9投1中1助攻，上半场三分球17投2中5助攻7失误，针对骑士第二节的无限换防，大大霍福德的背身，直到骑士祭出一侧夹击，塔图姆和杰伦第一节的两个三分球都是打骑士沟通不畅，但第二节骑士开始是无限换防逼单挑，第三节骑士用特里斯坦和夹击黏住霍福德后就只剩单挑了，所以凯尔特人下半场的英雄是连续把持篮板球外带蹭罚球的贝恩斯，是全场纵横如飞的塔图姆，第一节是塔图姆带了领先，第四节塔图姆带了凯尔特人最后一点光芒，洛奇尔和杰伦的糟糕手感间接送了比赛，但没法子，洛奇尔的手感留在上一场了，杰伦也足够努力了，年轻人吗，你没法要求更多，毕竟他们走到这会儿本身是奇迹了，杰弗格林代替勒夫首发，19分8篮板，而且上下半场各一个反击，接勒布朗传球打三分，勒布朗赛后很欣然说他是妈龟，说他打得多好，我很庆幸拥有他，11年前吉布森第六场三分如雨，骑士击败活塞晋级勒布朗第一次总决赛时，勒布朗也这么说吉布森，赛后格林愣在那里，你知道骑士是他待过的第七支球队，你知道2007年凯尔特人用选他的选秀权拿去交换了雷阿伦，他去了雷霆，成了当时杜兰特身边的二当家，直到变成三当家，然后成为四当家，然后被交易，这意思是今年总决赛他都会遇到至少一个老队友，不是杜兰特就是哈登，他在凯尔特人时千克还夸说他会成为球队王牌呢，但最后是跟着勒布朗他才进了总决赛，勒布朗结结实实打满了48分钟，上半场一度失误很多，队友投不进空内篮，他接管着，而且坚持推反击，到下半场队友们手感开了，勒布朗第三节的两个三分球，第四节持球单挑霍福德都打得很小，他的最大程度节省体力，将体力留到最后，就像当年的皮尔斯完全的地板流，只有三个时刻他全速发力时瞬间抖擞出12年前的爆发力，盖掉洛奇尔的那一下，被莫里斯拽着上篮那一下，千斤神力瞬间迸发，以及第一节塔图姆那个反击底角三分球，其实只有他一个人嗅到了危险，急速回追了，其他人都在愣神，坚持同时聪明，所以到最后看到他还行有余力时，
凯尔特人溃了。从一切角度看，这都像是一场宿命之战。勒布朗已经连赢了23个东部系列赛，最后一次在东部输球2010年对凯尔特人。勒布朗过去十年没输过第七场，最后一次输第七场2008年波士顿花园，他与皮尔斯宿命对决的夜晚。那天他45分，皮尔斯41分，今天皮尔斯也来了，就在场边看着塔图姆蹭犯规时就微笑。莫里斯的兄弟也来了，上一个东部冠军八连的球队应该就是凯尔特人，1957年到1966年间的凯尔特人，他们连拿八个总冠军，包括十个东部冠军。勒布朗在波士顿花园拿到自己连续第八个东部冠军，当塔图姆在第四节那记扣篮后与勒布朗撞胸对视时，真像是当年皮尔斯归来与勒布朗对决，向幼师挑战老师王的权威。但勒布朗随后就接管了比赛，用一个十年前驶过的开火车终结了一切。范甘迪赛后说，带领这支骑士进总决赛是勒布朗迄今为止的最大成就。没问题，2001年艾弗森戴费城，2003年邓肯戴马刺，2011年德克戴小牛，那些独臂擎天的传奇那也不过如此了。1969年拉塞尔拿到生涯第11个戒指后接受采访，被杰克特怀曼问，这场比赛对你而言一定很重要吧，时他说了句杰克，然后就呆住了，无语矗立。今天勒布朗在赛后被多利斯伯特追着问时，也是笑呵呵来了句多利斯，然后呆住了好一会儿，语无伦次的说了点现在我感受太多了之类。你看得出他当时确实情绪太复杂了。勒布朗不是拉塞尔那种不爱社交的人，他一向赛后滔滔不绝，言辞变给新闻发布会上还能秀记忆力。实际上后来夸杰夫格林时，勒布朗口若悬河，但就是在赛后第一时间采访时，他愣住了，像当年的拉塞尔一样，血汗痛苦希望与胜利相互交织。1969年那支凯尔特人常规赛只有48胜，东部第四，耳熟吗？那时的拉塞尔与哈弗里切克琼斯们完全是凭着记忆经验尊严与心将他们拖到湖人三巨头之上的，就像这一场的勒布朗一样。这支骑士并不太配不上进总决赛，但他们进去了，具体原因我们也都看到了。我开头提到的勒布朗那个挂着两个人开火车打三分让对方绝望时，对面是2006年的王，现在已经12年过去了，是大多数球员一整段职业生涯横跨12年还能身上挂着人，把对方心里打沉了。想想这意味着什么，这里还是波士顿花园， NBA 历史上最坚韧的花园，凯尔特人这群孩子还是本季东部最坚韧的球队。打过球的都知道到那种时刻，比如勒布朗朝篮筐冲刺，肩上搭着莫里斯双手时，面前有霍福德的干扰时，前方有斯马特准备造犯规时，已经想不到那么远了。赛后的百感交集是百感交集，在当时就像塔图姆第四节终于抛开犹豫不管不顾的那记突破扣篮似的，伟大球员只是在毫无思考余地时下意识的拼命向前。所谓记忆经验尊严。